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来玩《马里奥纸片王国》，变国王，哈哈哈哈！哇，终于有时间玩了。游戏好像出了快一个月吧，真是的。哎呦，还布布哦！哎呀，大哥，我好期待祭典啊！好像叫做折纸祭典对吧？到底是什么样的祭典呢？而且我也好久没看到碧姬公主了，真是太让人期待了！哇哦，哦，不哦。我空荡荡，一个人都没有。看一下邀请函。哎呦，非常好玩的折纸祭典，一定要来参加哦。走，去城堡找碧姬公主。终于到了碧姬公主的城堡喽！它是平的，走，我们去找公主吧！哎呦，好酷哦，真的是纸片呢！跳，喂！为什么要跟着我一起跳了？为什么忘东忘西的，门都关起来了？Let's go! Go! 到底是谁的？躲在后面？哎呦，假的！跟我讲话断断续续的，开头换面，回答是会怎么样？好来啊，回答跟纸片一样浅薄。
案件。改头换面变成纸片人Mario 的锤子啊，这怎么用？哎呦！快救你！我怎么知道在哪里啊？带到了，神指之手哦！哦吼吼吼吼吼吼呀，这怎么弄？还原手的位置，你先从左边一点。边点。再左边一点。邀请鞋控制器。哎呀，早说嘛。哎呀。啊，抓住。哎，我找到你了，躲在后面。哪位啊？墙壁。他折起来了。没有人啊，偷看一下啊。走。五八。糟糕了！
要救，要不要救他？不想救他。想救你啊！不要走了。怎么都说一样的话？我不想理你啊！我那边不会出触发啊，我自己可以。好了好了，放你下来，放你下来。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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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惨哦他。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嘿嘿，神之手，哪里耶？在哪里耶？看到，看到，嘿嘿。拨你的符啊哈！拨你的符，打死你！该死的熊猫！这储存啊，哎呦！还可以传送。有路吗？没有哎、欸！哎呦喂、欸！这么难走路啊，那就不要走了嘛，你走开好不好？快到了吗？走走走，这边跟我走 ，Come on， 人出来了，你要丢下我去哪里？不要离开我，不晓得暗示或怎么样，哈哈哈 ，Game Over。打倒纸片，哈哈哈，我蛮好奇是怎样。怎么打的？排列敌人的位置。把敌人排成一排，然后 OK 的。先选择推动的圆环，这个，哦，啊，是这样子的啊，攻击力变成 1.5 倍啊。利用马里奥的靴子。都开始，
哦，锤子是范围攻击啊。哇哦，好酷哦，它的战斗模式不一样哦。变身了吗？对啊，王兄，拨陀法嘞。包紧紧啊！哦，飞起来了。什么？弟弟的帽子。哎呀！哎、欸，不是哦，是我要移动是吧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可以，把花打扁了，小草可以吗？还有树叶可以。越掉越多了。哦，小精灵不在，不能用神士之手。怎样？有棵树啊？对，要那个小精灵才可以打它。我们去找一下，应该在附近哦。上面啊，哦，我这里啦。掉下去会受伤。哦吼！
哎呦，刚才打的都可以收集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哦，还有这样子的，摔死了，扣七滴血，还没有补满不能走。哦，要这样才行啊。不走吗？哦，酷欸。不够。哦，变大了吗？对，恢复体力啊。城堡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但是被树挡住的。呀，打纸。哎，哇，这敲不下去耶。嘲笑我，嘿嘿嘿。哇，1000块，要敲下去了，好可怕，是锤子。等一下，我看看会不会扣血。五滴血啊。我可以拉起来。来一块。哦，这是什么？
哦，要猜，答错了，图案不一样，好可惜，他们在笑我啦，讨厌。哦，答对了，开心哦。哇！用水让它恢复吧，干巴巴的蘑菇。哦，啊，对了，哎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哎，我的，哎，去哪里？哎，回来，哇，2斤，哈哈哈哈，哇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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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超酷的这游戏！啦啦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叶子哦，阿范哦，然后有女生跑出来哦，是啊，哎哎。坑巴巴的火之花，要一直丢东西就对了。哎呦，再来，这次掉什么？哇！复活了！哎，没了，还有，没东西啊。彩蛋断了，笑屁呀！果然，咚咚咚，干枯的种子啊！哇，目前为止还蛮简单的啊！哎呦，什么？哇，好多哦！
对，它会掉金币哦。哦，这里有路啦！哎，不对，怎么走回来了？迷雾森林啊！要我继续走，有两个。哈哈，酷，得酷爷爷的头上。哦，被解除了。要去找着这个生命种子在哪里啊？这里，走这里。哈哈，对战。太慢了，哈哈！哇哦！
不能一次排列。操作圆环两次。哎呦，碰到就会对战了，打他！哇！潜水，喵，这应该不是吧？哦，模型啊！对话。啊，生命的种子。
的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存一下。啊啊！糟糕！我唱歌啊变身了！哇哦，太强大了吧！开门不是用来敲的，是来看的啦。哈哈哈，前方禁止通行。别敲啦，很痛欸。哈哈，好啦，各位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哦。喜欢帮我按个赞。先这样啦，各位，拜拜。